好，接下来请惠珠议员。市长，你的施政报告这个口号喊了好几年，叫进步价值光荣城市，可是呢，最近几次跟六都有关的民调，我们台北市都是压压乌，所以你所提倡的进步价值光荣城市，我觉得是价值退步，城市无光。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因为你从去年当选就无心市政，跟吴市政一样，他的这个名字叫吴市政，是被你所害，被你连累了。因为你一天到晚都只想着要选总统，不管什么一日双塔去走妈祖，跟市政完全无关。这一份市长的报告书也让我们非常非常的遗憾，因为里面完全没有市民所关心的大家要过好日子，要拼经济。你呢，居然讲说台北市四年来经济总量没有增加，所以东区店面关门是他们应该的，这让我觉得非常痛心。为什么你主政四年来，你当市长四年来，台北市整体的经济总量没有增加，你没有惭愧，没有对策，你还在那边说风凉话。你说因为经济总量没有增加，所以这些六大商圈关门退步，或者是无生意，跟你无关，要你这样的市长干什么？那今天的施政报告也完全没有在这方面去琢磨，让我们觉得非常遗憾。所以请你学学韩国瑜，请你学学高雄瑜在台北拼经济，学学高雄瑜台北拼经济，让台北人有一口饭吃，让台北人过好日子，让台北发大财，可以吗？现在高雄发大财，台北杜小月，你的市长没有责任感吗？没有需要为我们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愿景吗？所以我觉得非常失望。你这份施政报告4月10号送来，可是你说6月你就要宣布选总统，那这一份施政报告任期或者它的有效期限不到2个月，我们听它干什么？这一份只有不到2个月的施政报告，今天你好意思在这边提出来？这个当中我仔细看了，就像流水账一样，每个局处一两页，每个单位一两页，根本就是完全没有一个愿景，没有一个大的方向跟大的格局，都是流水账，琐琐碎碎的流水账，琐琐碎碎的统计数字，完全无法彰显。难怪你的网络声量比韩国瑜低，你的民调比韩国瑜低，你的满意度比韩国瑜低，你选总统的可能性的民好，接下来汪志斌议员。议长，其实我的不是权益问题，我的是议事询问，请问一下。现在坐在议事厅的这位柯文哲，他到底是市长还是总统候选人？这个我们先厘清吧。啊？他是市长。市长，我今天为什么这么问？我是代表很多人心里面想要问的一件事情。首先，今天是我们13届第一次的会议，也是我们应该是市长的施政报告，可是很荒谬、很可笑的是，我们的市长好不容易竞选连任，结果一连任以后，我的天哪！从南到北，从国外到国内，国内到国外，细细爬爬到。而且很离谱的是，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市长根本无心市政，在这种状况之下，你说今天坐在这个议事厅，我们要听的是市政报告，我们要听的是我们未来的市长要怎么针对我们台北市的市政来报话，
可是很荒谬啊，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市长，现在的身上都还有他去南部萧妈做的这个汗水味，风尘仆仆赶回来，过两天又要下南部去，整个一个过程请了5天的工作天的假，然后我们在这边要听他市政报告，还要质询，不是很荒谬吗？现在我在这边具体的建议，请我们市长等一下要施政报告之前，你先表态表清楚，把你内心的答案交代清楚，你到底是要做市长，你还是要做总统候选人？如果你要做市长，请你安安分分老老实实的把你的心思把你的时间用在台北市，你被消妈做我恭喜在我们北投士林就有各有一间都很近大间，哈你嘴你都没看到你去过一遍。如果你想要当总统候选人，我在这边奉劝柯文哲市长，请你就干脆辞职，不要浪费公家资源，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好，接下来请郭兆仁议员。请郭兆仁议员，接下来是张茂兰议员、侯建议员、徐荣庭议员、简淑培议员。好，市长，针对台北市的东区店家哦，这样子一间一间的倒闭，一间间的迁出啊，这个大家都在议论是东区没落了。你说这不是东区没落，你说是过去4年来。台北市的总金流量一直维持在12.5兆，没有增加。台北市的一个经济一直没有进步发展。哎，我要问啊，过去4年是谁主政？是你主政哎。换言之，你都承认你自己主政的这4年经济是没有发展的，那这根本就是瘫痪经济。好，现在听说你为了这个要提振东区。要开征所谓的空屋税，但是我要说的是哦，你打算针对闲置一年以上的房屋，还有这个店家超过3户以上，这个征收3.6%的这个税率。可是你别忘了，在2015年的时候，才因为建商的陈情，你才把郝市长任内的囤屋税降低到2%。现在你又说为了要提振东区。你要增加了，这个叫做政策反复。我还要再提醒你哦，你说是为了挽留证据哦，就是提振这样的一个东区的一个经济。可是如果房东他为了留住房客，然后降低了房租，还是没有房客怎么办？那你是不是又要再继续增加？而且啊，这个有房仲业者听说你要开征这个所谓的空屋税，他们就笑了。他们说只要放一台娃娃机哎，就可以规避了。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到时候南保啊，东区不会变成是夹娃娃一条街。我还在提醒你，2016年的时候，你在里长的一个座谈会上面，你有讲说很多的涨价活动哎，都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你说要有整体的规划，可是眼看你自己现在就是这样子，不是吗？我还要再提醒你哦，真正的解决之策是应该提出有效的经济对策来提振这样的一个经济才对。可是我看你根本就无心市政嘛，因为从你连任了以后，从南到北，北到南，跑透透，这几天又在跟着妈祖跑，所以外界就解读说你在为2020的总统在试水温。我要说你有宗教信仰也罢，可是在我看来是寡人给小金啊，人为挂彩给五星啊，大概是这半年以来韩国瑜的声量高过你，你紧张了，想说这个大甲妈祖每一年都有1-2百万的信众，如果参加绕境可以博版面，可以增加网络声量。可是我要提醒你，不要只顾着你自己的总统大梦，你知不知道你
好，郭议员，时间到，等下拜托市长跟我们事务官员给我们郭议员这个口头报告书或书面的报告。